大巫师，我想变成人类，请帮帮我。你想变成人类，要付出惨痛的代价。不管什么惨痛的代价，我都能忍受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代价是你得自宫呢。没办法，谁叫你那个拉链每次都会卡在那里脱不下来。也对吼，那还是以后再说吧。另一边厢，空岛王子也来到了地上。这位小姐，你能试一下这个胸罩吗？变态啊！这位小姐，你能试一下这个胸罩吗？流氓啊！讨厌人！我还啥都没说呢，居然还用双截棍，呵呵哈嘿！空岛王子挨家挨户的找，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白雪。直到一天，失落的他经过了这片森林。啊，这里也有人居住。来了。你好，请问你找哪位？啊，这个人和那个他好像。莫非？小姐，你能试一下这个胸罩吗？不用试了，这就是我的，现在要穿也穿不下了。怎么会在你那里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……终于找到你了，请和我回国吧，我要娶你为王妃。可是，人家已经有男朋友了。来晚了。雪雪，这位是……啊，给你介绍一下。哎，他就是我的男朋友皮皮，他叫匹诺曹。哎，这就是我跟你讲的空岛王子哟。哇，久仰久仰。仰仰。王子默默地离开了森林，昏头欲绝，一夜秃顶。从此他看破了红尘，开始了苦行僧般的修行。在一棵苹果树下七天不吃不喝后，被苹果砸到，吃了一口就变成了塞牙人。哎呀，苹果皮塞牙缝了。后来，王子回到了他的国家，剿灭了巨人，然后又离开，四处流浪，开始了他的超级英雄生涯。由于他经常背着一把吉他出现，所以大家都亲切地叫他“背吉他王子”。哈哈，什么鬼？再说说黑心皇后。Mirror, mirror on the wall, who is the most beautiful of all? 终于背熟了。Snow White, she is bigger and bigger. 不可能，白雪公主已经被猎人干掉了呀。对了，猎人呢？Where is the hunter?Forest. 这群不中用的废物，看来一个都靠不住，看样子非得我出马不可。小魔女变身，布灵布灵，帕噜噜，巴啦啦，蹦！看我变个卖苹果的，然后去骗他吃下毒苹果，他就死定了。笑啥？给老娘好好变了！我身边怎么全是蠢货？哪位？卖苹果了，卖母后，你来这里干嘛？我不是母后，我是卖苹果的老婆婆。搞什么呀？一下子就被认出来了，你怎么变的？怪我了。啊！怎么变得这么老啊？你说要变老婆婆的呀？给我变个年轻的老婆婆。怎么还是那么丑？给我变个好看一点的。还是很丑，丑丑丑。这个不错。小丫头，买个苹果吧。太贵了，我买不起。傻孩子，你可以割肾呢。不是那个苹果了，不要再玩这个梗了。哦，小丫头，买个苹果吧。我不要。
不要那么果断嘛，我的苹果都很甜啊。来来来，不许你尝一口这个毒苹果。说漏嘴了。结果还是吃了呀。萱萱不要吃，那个苹果没毒。其实是有毒的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害我家雪雪？皮皮，她就是我的母后。什么？她就是你的母后？无忌无忌是母后了。你那小小徒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喂！木偶人，小木偶，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，否则我就把你做成色包哦。奇怪，感觉有点冷。啊！不像你，怎么不给我变一套衣服呀？你没交代啊？这还用交代吗？快给我变一套衣服！小木偶，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，否则我就把你做成扫把哦。做成扫把也挺好的。怎么没伸长？我才没有想歪呢！啊！给我记住，我还会回来的。管你英雄王子、美人公主、神仙，都是我们。